可以复选啊。可以复选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沟通。跟家人吵架一定是，就是比如说你跟家人吵架，你可以做到的事。做到的事啊。但是沟通你会不会做到？对啊 ，OK 啊。就打勾还是画中间还是打勾啊？打勾。打勾。不要打的。打勾。不要激动。对。